清亮高亢的嗓音穿透力十足，刚柔兼具的歌声传达出情绪的细腻转折。这是莫扎特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魔笛》，其中夜后的角色最为经典。来自匈牙利的艾瑞卡·米可罗莎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当家夜后，这回却要把她的第500场夜后演出献给台湾民众。Finally, in my long career, I got here and I can show up the character here. Here, the character is very interesting, very mysteric. She's like, I like a little bit like an alien.除了夜后，剧中的捕鸟人和大祭司也是贯穿全剧的重要角色。美国演员菲利普和杰瑞米都是第一次到台湾和台湾演员合作。So usually when I go somewhere else, singers are from everywhere. Someone is from Europe, someone is from Mexico, someone is from America. Here, most of the singers are from Taiwan, but all very good singers.高雄市政府将在春天艺术节推出花了一年时间改编的《魔笛》，跳脱出传统刻板印象，从服装上的设计就能感受得出强烈的太空科幻风格。夜后这套服装呢，它就是月亮的一个住在月亮的里面的皇后吧，然后夜的守护者，然后所以它所有的东西都会是以圆呐、去出发。台湾版的魔笛虽然创新，但也保留经典，采用全本德文方式演出，对演员和观众都将是个挑战。在音乐上，它是最原汁原味的中文莫扎特，但是在美学上，在舞台上，它确实跨界了近期可能的发挥。我们的魂，我现在看我们的魂。